到涌现排队施打人潮，就是要抢在停打之前赶快抢打。不少人就怕八月无苗可打，只剩高端。不知道什么黑箱作用，我们是不知道的。他们就这么说没疫苗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先打不到，会就赶快去跟厂商购买回来啊。已经有许多县市政府苦喊疫苗不够，新北市七月底就会打完，宣布8月1号到4号暂停施打。苗栗云林县也公告7月31到8月4号都要暂停施打，还有嘉义市疫苗不够，就连预约都要先暂停。第七类人员军警问讲幼儿园老师已经施打疫苗，但高中职以下的教职员只打了一半，部分县市喊卡，兽医和补教业人员已经造了册，现在也打不到。第一剂疫苗打不到，指挥中心更直言不讳，恐怕第二剂也打不到。这有可能，当然是有可能打不到疫苗，民众都无奈不知所措。莫德纳我觉得以那个数量应该是不用等了，在莫德纳根本分配不到我们后面的资源啊。78岁了，我没有打，我留给年轻的人打。抢最凶的莫德纳疫苗还有273万人等待第二，民众只能无奈苦喊，此生真的等不到莫德纳。记者黄怡俊、曹振仁台北新北市报道。